谢大家，非常的高兴，好快又一年了哈。好，今天是我们的第九周年哈，先借助大家全场的这个掌声响起来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，掌声响起来！祝全场有在场的各位嘉宾们，一切都顺心顺利，希望发大发大财！非常的感谢，非常的感激各位在座亲爱的嘉宾朋友。今天勇敢的出席来到我们这里现场，那就是007好时根，为了什么？那就是为了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欢庆我们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大日子，就是我们的九周年的这个欢庆这个节目了哈。非常的谢谢这一路以来有你们的支持，有你们的捧场，才有我们今天007好时根的这个成绩，非常的感激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今天是我们的第一个晚间哈，第一个晚间的这个活动。那明天、后天连续三天了哈，那希望在场的各位嘉宾们能够陆续的在这三天里面呢，把你或者是你的朋友，还有你的家人带到我们这里现场来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哈。那今天的压轴好戏呢，特别为您请来的就是我们这位大马旗男子，就是我们的费奇。贝奇哈来到现场跟你们大家近距离的接触，还有那第二场的压轴好戏呢，就是我们的魅力之星李旺小姐的好歌好曲送给您哈。那明天晚间的压轴好戏呢，特别为您请来的就是我们的冠军歌后张嘉玲小姐，还有我们的双音王子黄继全。那第三个晚间呢，就是后天哈，特别为您请来的我们的优品质旗下的这一位罗凌云小姐，还有我们的这位舞台开心果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琪琪小姐的好说哈。好，刚才陆续为您告诉的这是我们这三天的亚洲好戏的这六场好秀。好，那今天晚间的这个歌手呢，总共有七位的歌手在这里献唱，那就是我们的甜甜、我们的淑慧，还有青儿、美鱼、Yuki、依依，还有我们的俊阳，就是我们的男这个冠军歌手哈。OK 了哈，那陆续为您报道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前场的这个节目了哈。那希望大家可以把你的时间、把你的脚步一起保留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尾声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那再一次呢，我代表全体参与的歌手，祝福我们的007好时根生日快乐，生意兴隆，客是云来，高朋满座，一马当先，谢谢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庆典活动，我们的这个歌唱节目马上开始。来，首先为您介绍大头阵的就是我们这位江小玲珑，非常可爱哦，这位甜甜的哈。来，第一首歌献给您，冬天里的一把火，来个这里掌声欢迎。